便宜的小型犬100以下。便宜的小型犬有很多，但100元以下基本是无法买到纯种犬的，大多是杂交犬或是中华田园犬。如果预算在100至500元，那么也可选择银狐、西施犬、京巴、腊肠等，但是这个价位的狗狗一般品相都比较差。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来说，大多数品相较好、血统纯正的价格基本都在3000元至5000元左右。如果不是特别追求血统，也可自行前往宠物市场选购有眼缘且健康的狗狗。